认真减肥第120天，今天上秤。上秤上秤，158.1斤，上个月是162.4斤，比上个月轻了4斤多，可以。把子肉，没有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红烧肉。梅菜扣肉。回锅肉。今天要吃爽一次。豆腐。粉丝。青菜。好，给吧。多少钱？26。好嘞。我操！我操你个猴子！我再去买一份吧。我来这边搞个米饭嘛。啊，打一碗米饭。这也是一家快餐店啊，这重庆这边快餐店很多的。2块钱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终于打回来了。再来一次，就是要小心点了。有点心理阴影了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亮亮亮，3份肥肉，全是肥肉，兄弟们，全是肥肉。我平时都不馋碳水的，我就馋这个脂肪，太爽。平时脂肪吃的少嘛，啊，鸡胸肉啊，鸡腿啊什么，没什么脂肪量。什么叫人生得意须尽欢啊？这就叫。嫂嫂搞瓶啤酒去了，算了，晚点再喝吧。虽然说今天碳水不多，米饭不多，但是粉丝也是碳水啊，吃点粉丝吧。OK， 开始放纵。哇，太肥了，好吃。就米饭有点爽。吃个粉丝。爽。饭太少了，那啪啪几口就没了。多吃肉。好咸啊。梅干菜就不吃了，太咸了，梅干菜推走了。今天是非常放纵的一天。